小朋友早安，要吃手手啊？你看你的奶奶都不喝完，在那边吃手手，哈？昨天说你穿这件衣服帅帅，对不对？啊，可是你的裤子嘞？你的裤子嘞？啊，害羞，没有穿裤裤嘞。啊，小朋友。你要穿裤裤耶，干嘛害羞啊？来，会害羞啊？干嘛给人家拍，跟人家说没有穿裤裤是不是？啊，你在吐舌头，吃手手。啊，你就没有把妮妮喝完呢？嘿嘿，笑什么？你笑什么？被拍了就害羞，被镜头拍到就害羞，没有穿裤裤是不是？你要不要继续喝奶奶？你没有喝完呢，还有很多呢。我刚喝完而已。啊，反正没有。那几包这多包？几包这大包哦。几包这大包哦。才刚换完呢，出来前才刚换完，不到半个小时。那不不，假嘛。我看自己的手手，看怎么吃比较好吃。刚才那个吃喝不完，还要吃手手，要打打呼。那我们，哎呦，今天又开始喽。等一下，你要去玩了。好了，下次影片见喽，拜拜。